变了模样，四合院蹭着蹭地长成大楼房，老邻居有天心解放，携手把这五彩斑斓蒸蒸日上，有滋有味的好生活变得年轻不变的是，夏天热，冬天凉，和咱北京人的热心肠。哎，说起这热心肠啊，嘿嘿，这闲不住的马大姐，她如今晚是特别的忙。我在我心中是最美，我在我心中是最美。我是唱错了啊，那是自个儿说自个儿美的，那应该是你在我心中是最美，是吗？不是。啊，那谁在你心中是最美啊？那当然是，我拒绝回答这种问题。不行，不说，谁在你心中是最美？我能说不是你吗？不能。那就是你吧。你告诉我，什么事儿把你美成这样？嗯，哦，看看这个，嘿嘿，蒙塔莎美容中心开业大酬宾。嘿，这名不错，嘿，蒙塔莎，蒙塔傻。哎，你指谁呢？你才傻。我可不是傻吗？我就愣没看出来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。哎，这跟我怎么没关系啊？是吧？爱美是我们女人的天性啊，爱美之心，女皆有之。那叫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俺们女的也是人呢。嗨，我没说你不是。你看这上面写的啊，从20岁起，每个女人都在试图用各种方法留住逐渐逝去的青春。听听，逐渐逝去的青春呢？啊！呵，你啊什么呀？啊，我以为你诗朗诵呢，我给你搭个下句儿。谁呀？来了，来喽。爷爷，爷爷，快来！老爷，我想找我姥姥商量点事儿。哦，还想找你姥姥商量？哎，我说，别臭美了，嘿，爷爷找你商量事儿。嗯，我回屋躺会儿去了啊。哦，什么叫家庭日啊？姥姥，不怪您这样的啊，还没听懂就点头。嗯，对。嗯，什么叫家庭日啊？全班同学和家长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吃一顿饭。好啊。好，还在后面呢，每家都得出一拿手菜。好啊。我报的是鱼香肉丝。好啊。到目前为止还算好，可要告诉我后妈以后就不好了。怎么呢？哀家不愿意给你做呀？她要不愿意给我做就好了。嗯，我后妈积极性特高，正在家摩拳擦掌的准备呢。这不挺好吗？这还叫好啊？您又不是不了解您自己的女儿，我后妈做那菜能吃吗？这怎么不能吃啊？我吃过哀家做的菜，都做熟了。姥姥，不带这么侮辱自己女儿的，要咱们自己在家吃也就算了，这次可要拿到学校给老师同学和家长一块儿吃的。我包的可是鱼香肉丝。鱼香肉丝怎么了？我听说那是考厨师的菜。哦哦，哎呦，这是爱家这手艺还真是没法出门。那就让你爸给你做。哦，他没回来哈。那回来也不行啊，我报的是鱼香肉丝，又不是泡方便面。买菜去了啊！你们出去啊！哎，秀梅，那个，你看我这个
还行吧，这哎呀，马大姐，您今日气色不错，看出来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就在那个咱们那拐弯那地方新开那美容院，做了一个皮肤护理，怎么样？哟，您这岁数，不错不错，哎呦，效果不错，显得年轻多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效果不效果的先搁一边，关键是免费。真的？那赶明儿我也去做一个。哟，你要去得赶紧。这两天正大酬宾呢，不见啊！哎哎哎我怎么没看出效果来啊？你就不会顺情说句好话呀？我确实没看出来呀。你当我看出来了呢？嗯，不错，还真不错。嘿，你看这脸上，这五官一个都没少。让你看五官了，看我这皮肤，皮肤。哦，嘿，这皮肤也不错，哼，跟以前一样。不是我白做美容了，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比以前年轻了。嗯，别说，是比下个月年轻多了。什么叫比下个月年轻啊？你知道我下个月什么样啊？你下个月那肯定比现在老一个月。我就不跟你说了。一点都不懂得欣赏美，洗个脸就美了？什么叫洗脸呢？哎，那叫护肤，懂吗？就是皮肤护理，懂吗？免费体验，懂吗？哎，这我懂，凡是能上当的都从免费开始。上当？骗我妈，要是人还没生出来呢。得亏没生出来，要生出来非把你骗死不可。这回他们是怎么骗你的？他们是这么骗的，骗干嘛？骗干嘛呀？免费体验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那洗面奶就是专门为我这种中年，偏上一点点的妇女准备的。哎呦，那里边含有，哎，我给你看看。哎呦，含着好些个东西呢。这，哎，我们来了。哎，姥姥姥爷。哎，哎，爱家呀，哎。原材料都给你预备好了，请大厨上灶。太好了，妈，帮我打碗下手。啊，这里怎么还有我的事儿？哎妈，人家书上说让把那瘦肉切成粗丝。我这不给你切了吗？哎呦喂，您这是粗丝吗？怎么不是粗丝啊？您这够粗吧？这个那你说粗丝得多粗？就我也不知道。那还是的，真是。哎家，我说这事儿你就甭管了。我我回头啊给你做一个，你让爷爷带学校去不就完了吗？呀，不行不行，人家要求学生父母做，他爸不在必须得我做。哎，水发木耳70克，70克。差不多吧。这是妍妍给我的一次机会，要不然他干嘛不找叶博士？哦，你是想这鱼香肉丝得炒出你这后妈跟闺女的感情来？胡萝卜半根儿，哎，半根儿。有了。哪个算半根儿啊？哎呀，弄较真儿干嘛？不到零就行了。那不行，这上面写着呢，半根儿必须得相信科学。就你那照葫芦画瓢的还科学呢？那您说得照什么画瓢？照葫芦画瓢啊！鱼香肉丝3号。嘿，尝尝。还怎么样？还是不对。哪儿不对呀？没鱼味儿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鱼香肉丝啊，关键在鱼香这俩字儿上。正宗的鱼香肉丝，你把它搁嘴里闭眼这么一嚼，那就是鱼。真的，老爷。嗯，那您闭上眼睛再尝尝。来了。
鱼香肉丝四号。别等着了，今天就到四号。来，爷爷，赶紧尝尝，尝尝呀，这回肯定没问题了。老爷，闭着眼睛尝也不行啊。还不行啊？好嘛，我告诉你，我姥爷跟我说，这鱼香肉丝关键就在鱼香俩字儿上，那闭上眼睛再一尝就是鱼啊。啊，你跟孩子胡说什么呀？啊，没鱼味儿怎么了？是啊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你看这你，这不是挺热乎的吗？孩子不都躺下了，洗脸了吗？洗了。什么时候洗的？今儿下午洗的。下午洗的？你我不是做那个皮肤护理了吗？这倒好，护理一回，这后半辈子不用洗脸了。顶多就管一个晚上。我这正琢磨着明天是不是再去护理一回。你这不是明摆着占人便宜吗？谁占人家便宜了？我这是帮他们呢。啊，你想啊，啊，人家凭什么弄这个开业免费大酬宾呢？那就是为了做宣传，为了聚拢人气儿。哦，合着你是帮人做宣传去了。那是，就像早年间那个大户人家啊，熬好些粥摆在大街上，让穷人都去喝。你说那个赊粥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要是没人去喝，那不辜负人一片好心吗？好，感觉你跑那蹭粥喝去了。谁蹭粥喝呀？我那是蹭脸洗，我是蹭皮肤护理。哼，甭管怎么着吧，凡是这个不要钱的事儿啊，我觉得都不靠谱。怎么不靠谱啊？反正我有一宗旨。那就是一分钱不花，是吧？他要是什么时候收钱了，我就不去了啊！他能上我兜里掏钱来是怎么的呀？老板，我回来喽。哦。哟，怎么着？这是要唱哪一出啊？唱什么？哦，我这洗脸呢。做那个脸部护理呢。哦，哎，你没上那美容院啊？去了，人家不免费了。所以你就这么回来干搓？什么干搓呀？你没看见吗？洗面奶，洗脸它不免费了，可是呢，怎么洗脸这技术，哎，他还免费教给你，是吧？哎，美容师啊，告诉我这洗面奶啊怎么洗脸，我这正学着洗呢。这倒好。活了大半辈子刚学会洗脸。哎，这洗面奶是免费的吗？想什么呢，天底下就没有免费的洗面奶，我买的50。得得得得得，我说什么来着，开始上当哦。上什么当？上什么当啊？人家给我算了，哎，上美容院洗一回脸呢是50啊，这一瓶子能用20回，50块钱用20回，我还赚了19回呢。那咱家那6块钱一块那香皂能洗100多回呢。什么都不懂，人家美容师说了，就我这脸里头啊，有好些个那个铅和汞，哎，得用这种特殊的洗面奶啊，才能把它们给洗出来。那他就没告诉你这铅和汞是怎么泡到你脸里边去的？说了，说是个大气里边就有。哎呦，所以，哎呦，那我这脸里边是不是也有啊？切，就你那破脸怎么可能有啊？那是稀有金属。我明白了，谁要是进了这美容院呢，谁这脸里边就有铅和汞。嘿，掏钱吧，老太太。
这么早就坐上护理了？哎呀，什么呀，有点痒痒。别是那些稀有金属起反应变成合金的了。你把我这脸当炼钢厂啊？喝这个痒。哎呦，那准是那洗面奶闹的，你这脸过敏了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呀、啊？你用了十几年的香皂了，抽不冷子用这个洗面奶，这脸皮它不适应。有这么一说吗？怎么没有啊？就好比啊，你吃了几十年的窝头，突然间你暴搓一顿生猛海鲜，那结果只能是上吐下泻。你呀、啊，就别使这玩意儿了。我都买回来了，你不用多可惜呀、啊。找美容院退去。您能给脱呀？您说这。进来进来。哎呦，妍妍，俗话说得好啊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必有鱼香肉丝。这叫什么俗话啊？哎呦，我不是怕你着急吗？我能不急吗？明天就是家庭日了。太早了，您说我后妈做菜的手艺今儿个晚上能有个飞跃吧？一晚上你让他飞起来，你这不难为他吗？那好吧，明天我只能跟大家说我后妈炒的是咸菜了。你别跟大伙说炒的咸菜呀，那怎么着他炒的也是肉丝啊？我不要肉丝，我要鱼香肉丝。你鱼你这那哪弄你？哎，妍妍，明儿个姥姥给你炒个鱼香肉丝，你带学校去呗。我后妈能愿意吗？那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我这也是帮她呀。您不知道我后妈对这件事有多重视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她就是想利用这鱼香肉丝，你得那个利用一切机会啊，跟你搞好关系。我知道我后妈对我好，所以才不打击她的积极性呢。这跟积极性有什么关系啊？您想啊，我后妈本来想露一手。可惜他这手露的不怎么样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后妈特别希望我带着她做的菜去。哦，所以我才不想让她失望，更不想破坏我们的母女感情。那你就带着她做的菜上学校呗。可是，姥姥，您觉得像我这样的小孩不会怕丢脸吧？那怎么不怕呀？你丢脸，啊？哦，你还得顾及这张小脸儿，哎呦，两头还都得顾着。哎呦，这孩子，你看，可是，哎，明天早上上学以前呢，你先到姥姥家来一趟。嗯。哦，明白了，姥姥，您真聪明，是吧？哎呦，这话我还真头一回听你说。姥姥，那你炒的鱼香肉丝到底好不好吃啊？吃不好吃的，你总比爱家炒的好吃。爸，那好吃多少啊？那怎么也好吃个28年。嗯，因为我比他大28岁呀。哎，我在厨房呢。厨房，你过来。你这干什么？哎，下面别动。您说话啊，看着，哎，来放木耳，哎，胡萝卜丝儿，哎，再放点山儿，哎呦，再急炒几下，我要急炒了啊，哎，看见没有，这就叫急炒，急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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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即可，就是。啊，就是得了，哎呀，把火给我关上。我说，你这鼓捣什么呢？这是？我这鼓捣鱼香肉丝呢。嘿，这好，这两天咱们家闹这个。什么叫闹这个呀？你以为这给你的？这是我让妍妍带学校去的。那个，你尝尝。我尝尝。嗯。嗯，怎么样？不错，真的。嗯，不行，你自个儿尝。这我就说嘛，我就是，怎么样？好吧。
人家要求一人带一个菜。好，回见啊，慢走去。哎，肌肤的自然再生。哎，老马你洗去吧。嗯，你怎么还抱着这个？你没退啊？人家不给退。这我又换了一瓶，还加了8块钱。哎，这倒好，又赔进8块钱去。什么叫赔呀？什么叫赔呀？这瓶的功能跟昨天那瓶不一样啊。昨天那瓶啊是专门为干性的皮肤设计的，今天这瓶专门为油性的皮肤设计的。哦，哎，不对啊，你这皮肤不是一直就是干的吗？那是昨天，美容师说了啊，经过昨天一夜的调整啊，我这皮肤已经成功的从干性转成油性的了。啊，镜着了，确实是镜着了。知道美容用品的神奇了吧？哼，这神奇我倒不吃惊，我吃惊的是有人居然相信这种神奇。我凭什么不信呢？人家是专业的美容师，还留过洋啊。不是，就这你也别气不忿啊，你也别心疼点钱，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你。为我？哎呦，我要显得年轻了你不乐意啊？你瞧这话说的，我能说不乐意吗？这不就结了吗？哎，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？女人为喜欢自个儿的人美容。你就是不美容，我也不嫌你长得难看。你怎么没嫌呢？那天你还说我在你心里不是最美的呢。那天我那不是那什么。你呀，再者说了啊，美容师告诉我呀，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开始美容都不算晚。不是，让我抓住青春的尾巴。是你这尾巴也忒长点了吧？你怎么长了？那你算呢？这青春那是20来岁的事儿吧？您今年都50多了，这青春的尾巴最起码得30年了吧？那还不长？那我也得抓住。桌子上自己弄。嫂子，您尝过没有啊？哎，您用尝肯定没问题。哎，等着，嘴上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呀，姥姥，您这脸上什么呀？我脸怎么了？您自己照照镜子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快点吧。姥姥，再见。哎。幸福是因为有钱，勤俭的日子也过得舒坦，所有闹心的事儿都留在昨天，知足常乐，求个平安美满。你拍一，我拍一，留神食品保质期。你拍二，我拍二，出门遛狗要拴链。你拍三，我拍三，树立正确荣辱观。你拍四，我拍四，普及使用规范字。你拍五，我拍五，房价高得太离谱，太离谱了。你拍六，我拍六，哪哪都在搞选秀。你拍七，我拍七，非法传销黑大街。你拍八，我拍八，杰伦环保立万家。你拍九，我拍九，共创和谐搭把手。你拍十，我拍十，奥运建设如火如荼，我们共同来支持。谁说现在人之间距离很远？别老是闷家里上网聊天儿，有事没事的经常去把门串串。别说你忙，你没。